网络的终极竞赛，创极速争霸赛。进入同步间以前，所有蓝队成员必须做好准备。你将驾驶一辆经过特别改装的光明摩托，门开后沿着地上的标示路线前往灯仔。如果你被分配到外侧车辆，你必须从光轮摩托后方绕行。摘下帽子、眼镜及其他易掉附件，妥善放置在车把之间的储物格里。所有蓝队使用者必须与自己的光轮摩托同步。拉下车把，与你的光轮摩托同步。为确保你的安全，请在你的光轮摩托上坐好，并保持背部安全限制锁定。比赛中需时刻照看好年幼的蓝队使用者。一旦蓝队穿过上传管道进入电子网络，创极速争霸赛即正式开始。你的对手将与你在电子网络上一决胜负。为了赢取胜利，蓝队必须抢在对手之前穿越八道能量门。团结一致，这是你取胜的唯一希望。争霸赛中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你会是哪一个？